Hello， 我来外婆的房间玩了。外婆怎么不理我呀？这啥呀，妈妈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这不是外婆给我的小惊喜吧？哎呀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出去！俺是农村来的，俺什么都不懂。成功得到了外婆的注意。你干嘛？你要上吊啊你？这里外婆偷偷说了句，要掉你就掉吧。嘿嘿，没有的事儿，我们是好朋友。人只要蹲在地上，他就一定要过来蹭啊，是吧，服务员？哎呦，在偷偷的看我动态，还在打探我的消息，我都已经放下了。当时你不懂得珍惜，现在反手想找姐，对不起，姐不奉陪，你只有后悔。哎呦。都说了姐不奉陪，你只有后悔。那不弄你，不用解就弄你。哎呀妈，这啥呀？俺是一只来自农村的天妇罗大虾。